龙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五指山位于海南岛的中部，被国际旅游组织列为 A 级旅游点，占地面积87平方千米。五指山是海南岛的象征，也是中国名山之一。五指山位于海南岛中部，峰峦起伏呈锯齿状，形似五指，故得名。五指山区遍布热带原始森林，层层叠叠，逶迤不尽。海南主要的江河皆从此地发源，山光水色交相辉映，构成奇特瑰丽的风光。五指山林区是一个蕴藏着无数百年不朽梁树的绿色宝库，著名景点有李母山、太平山瀑布、五指山漂流、李祖大殿、五指山热带雨林等，每年11月至次年4月为最佳游玩季节。